喂，喂，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又是一个用 Twitch 直播的刺客教条大革命直播实况。大家好，哇，Henry 你也来啦，安安呐、啊，对，下午这个刚吃饱饭就想睡觉啊，狂风还是看不到嘛。我退取用香港 server 这样子会有区别吗？还是说也是没有区别啊？总而言之呢，进来了哦。好，反正呢一样从上次进度开始嘛。Go，大教条，对啊，念错。好啦，对啊，我还没有成为退取的合作伙伴呐、啊。退取合作伙伴的条件有点抠啊，他一个礼拜要开台3次啊，然后平均收看人数要超过500人，哎，500人还是1500人啊？不是，又是上次这个抗议的地点啊。哦，那我目前上传位元率先调成1800，我想2000的话可能还是有点太高了。哎，有人被拖走了。转啊转圈圈，大家都在转圈圈，呵呵，各种转圈圈，不是要从稻草堆出发吗？哎，没办法，这个游戏载入它都会从那个地图起始点开始啊。然后，哎呦，有两个警卫，来来来，我们可以偷偷打这个警卫吗？会丢这个烟雾弹。啊！刺杀！耶 我偷打警卫。哦，拿东西。拿！赚钱呐！好，我们的稻草堆在这边。耶！好啦，那就是位元率是啥？就是你上传的那个流量啊，设得越高，画质越好。可是各位也越容易转圈圈，就像我这样子一直转，左转三圈，右转三圈。上传位元率高不高，然后要顺不顺，取决于那个中继 server 的稳定度啊，还有各位网路的下行速率啊。哦，这些观众好吵啊，不对。这些路人好吵，啊，下来一下，哎，拿错了，60 FPS，可是不60 FPS 这样就不好看啦，对吧？那个我第五集还没有放出来，对，你想要看第五 Part Five 的话呢，最好先去看退取的那个存档啊，那个存档应该还没有消失才对，怎么有点 lag？不会啊，我很顺啊。我这边超级顺的，然后就是啊，其实我昨天就是不是直播 Minecraft 嘛，然后在直播 Minecraft 之前，其实我还有去玩，我玩了一下这个刺客教条啊，然后，杀死罪犯，刺杀，他攻击速度有点慢，就是。按了 X 连打，按错了。就是我有稍微玩一下刺客教条，对，然后我在玩的过程当中不小心跑进去一个多人合作模式，对吧？因为我就看到路上突然有一个闪闪发光刺客跟我走向了，然后游戏告诉我说对着他按 A，然后我就按啦，然后我就。跑进去一个多人合作模式啊，然后我也不知道，哎，这要怎么玩？我就随便乱跑乱晃，然后就莫名其妙就解完任务啦。所以那多人合作，我遇到两位大大，不知道是谁，有人要自首吗？还是说只是单纯是路人？好模糊哦，有点雾雾的。会模糊化，应该是那个画质的关系吧。唉，
就是啊，如果我把上传位移率调大的话，就不会模糊。可是各位也会转圈圈哦，哎，呵呵，不然我调2500好了。这下子如果转圈圈，就不要抱怨了。哎，我这边好多人啊，抗议啦，又是抗议的啦。然后怎么又有事情发生了？杀死罪犯，又有罪犯。哦，哎哎，干什么？自杀。然后我目前正在练习用这个摇杆来玩这个刺客教条，所以各位可以发现我的那些按钮都是什么 A B X Y，因为我目前是用摇杆在玩。哦，啊，我目前诶，其实我们可以点技能诶，只是我一直都没有点的样子。角色自定不是，哦，管理技能，这个格斗。未解锁，他需要我应该要解锁什么技能？我现在有6个技能点数可以点的样子，对啊，然后还有教条点数很多。算了，我看有没有逆宗初级开锁，就是这个啦。Yes，所以花掉两个技能点数，现在还有4点。双重刺杀，哦，这个看起来不错哦，我可以一次杀2个人呢，混入周遭，加入人群动作，像是坐在场里头，靠在墙上，只要进去混入目标就可以了。这个不是本来就会了吗？还是说这是更高级的？这是骗玩家用的吧？哦，对啊，我穿骚包红啊，这个都是上一次直播的时候大家鬼主意啊，要我用骚包红，呵呵，强壮，集体疗伤哦，大家一起疗伤是吧？厚皮，哦，皮很厚，比谁的皮比较厚？哎，真的很厚哦，哦，还有更厚的皮，哎，更厚的皮，哦，还有吗？最厚的皮。等下，厚皮，更厚的皮，还有最厚的皮，那有没有超级厚？好啦，就铁皮而已。这应该是英文翻译吧？比如说这个什么，英文就是 normal 哦，还有 better 跟 best。各位觉得我要点什么比较好啊？我要点防御类型呢，还是攻击类型？双重刺杀，我现在只剩4点呢。我看一下哦，那个双重刺杀就要花我4点。买个远程武器好吗？远程武器是花钱吧，所以我目前有技能可以点啊。最厚的皮，哎，没有超级厚的皮，比最厚的皮更厚，竟然是铁皮，老皮哦，哦，还是脸皮吗？原来最后一个更厚的皮是这个老皮，老脸的皮，果然是无坚不摧，不对，坚不可摧。不管敌人怎么砍都不会破，这就是老皮。好吧，那我就去点双重刺杀好了，因为我也蛮想要试试看的，感觉好像很酷啊。Yes，割掉的皮，等一下，割掉什么皮啊？割掉你的脸皮吗？脸皮太厚要割一下。然后这个远程。哦，这个就要买远程武器了，可是因为我没有技能点数了，所以先暂时不要管它。然后装备栏是吧？可是我目前不会开枪啊，所以就先算了。然后，对，我应该可以买装备哦。颜色已经选过了。像是这个要花245块钱吗？还是说我其实可以用更好的？哎，其实我已经有其他装备可以穿的，这一定是之前捡任务的关系，所以这一件比较好。然后有哇，
这件也很好哎，哦，这件强壮不错，我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装备，没有，那就穿这个好了，哈哈，皮革衣，帅，还有什么上半身，有没有新衣服啊？我想换一件衣服哎，因为这件衣服实在有点丑，主打暗杀，yes。哺乳室这个250块钱，这跟我的皮革衣就蛮搭的啦，对吧？哦，等一下，这更丑。然后这个是蛮 gentleman 的啦，拿破仑外套是吧？这个250，然后这个有更强的逆中能力，黑色可以换衣服啊，大家不是嫌丑？对，我也想换，只是我要买一件新的衣服。名字前面有摄影机的图片是什么意思？名字前面有摄影机，代表是那个啊，开台组啊。我看一下哦，这个狂风还是未成年的啊，千万不要欺负他啊。哎，他凶起来可是会要人命的啊。哎，量身定做的无裤裆，购买1100块，我现在有7000块可以买装备耶。哦，这个披风比较帅，去看裤子的加成。裤子，哦，看一下裤子，下半身是吧？哎，裤子我只有一件而已。手工的资产阶级，这是哪版啊？这是大革命 Unity。这还都没结束，亚诺量身定做的马裤。转圈圈的，下面加成有写能力加成，能力加成哦，比如说坠落伤害、坠落声响、奔跑声响，所以我目前裤子是奔跑声响。奔跑声响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我跑起来会有更大声还是更小声呢、啊？所以它的加成的意思是说，我这个5% 就是降低5% 的奔跑声响吗？还是我跑起来会更吵？对啊，我想穿斗篷型的，只是这衣服真的好难选哦。这是连身型的，然后，不对不对，刚刚那个就是斗篷型的了。对，这是斗篷型的，所以这个我觉得蛮好看的，只是我看有没有更。可是这个 style 有点怪怪的，然后这个拿破仑的，这个还没解锁，资产阶级。其实如果有个强壮的会比较好，这样子如果跟敌人 PK 才不会那么容易扣血，对不对？然后这个也是皮革装哎，我不能看下半身吗？可是这要5000块耶，近战。武器防护、远距武器防护、警戒区侦测时间、警戒区侦测时间是什么意思啊？更小声哦。狂风是谁啊？狂风是我们 MOD 大大啊。跑步。哦，想到刀剑，等一下可以换颜色啊，然后。那我这个它减40%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减40%，意思说我会更慢被发现。淡蓝色比较适合雾星，是哦。我看一下，我要算一下我的预算呢、啊。比如说这个要5000块，对不对？然后我等一下如果买裤子的话，裤子也只有1000块的预算了。强壮。但是他搭个皮的啊，量身军用马裤、盗贼马裤、拿破仑马裤，然后下面太贵了。之后用钱去买下俱乐部会一直赚钱钱哦哦，所以说其实现在也不用买太好的意思，好吧？那我就挑个顺眼的好了。是要搭啊，我怕我买下去之后就被人不搭。
手工无裤到挡裤子，手工资产，中世纪，拿破仑，量身定做马裤，坠落伤害，不然这好了，因为它是量身定做的啊。来，现在已拥有，在哪？然后呢，再买个皮的。哎，这好丑。我记得刚刚有一个，那看起来就很硬啊，可是只要5000块。女生选衣服总是比较久，我选更久啊。腰带比较重要，是哦。那我选强壮，已拥有。不然我先挑这个好了。呀，压下去。哎，一大大好啊！我们一大大出现啦！我现在腰带都好烂了，我来选一个好一点的。手工，资产阶级，亚诺量身定做。它远程加成是指额外的烟雾弹、额外樱桃炸弹、额外子弹。哦，所以我可以拿更携带更多烟雾弹，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嗯，所以其实我也可以买这个喽，不然买这好了，量身定做的。哒啦，量身定做的，可以多放一点药水。买衣服要超久的时间，当然啦，我怎么考虑要这么久？钱币来看一下。我看一下这是什么加成，格斗、强壮、额外伤害、血量、逆中，不然我还是穿这什么亚诺的量身定做好了。呀，好，上半身前臂、腰部、下半身都好了，所以应该就没了吧。我们来换个颜色，换成。哦，这个玫瑰色未免也太那个明亮羽毛色、秋叶色、平静传说色。哦，这个实在太闪亮了，不好。翡翠遗憾、黑木、乌托邦蓝、拥有刺客蓝，前期都要跳很久。对啊，哎。既然我们上一次是穿红色，对不对？很骚包。我们今天来穿个更骚包的，荧光虫。还有没有更骚包的？应该是没有了。没了。哟，可是实际上游戏场景看起来就比较没有那么的亮了。对。好啦，我现在看能不能去买更多烟雾弹，不然就是多杀几个人。今天是一个高调的节奏啊！看我穿这个黄色的，警卫应该都死了吧？我记得我刚刚干掉警卫，扑倒窃贼，没扑到，别跑！嘿，扑到啦，保护色，香蕉。你已完成了7个群众事件。哦，其实我之前10个群众事件跟15个群众事件都已经解完了，对，所以我现在到处去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任务可以解。屁股很晃，我只注意这种事情啊。当然，我们男主角这个身材高挑没有啦，这个体型还不错，真的很适合当一个主角。当一个猪脚，有几率重生哦。不过应该不会马上吧，因为那边有个警卫是属于那种警官类型的，军官就血很厚啊。哎呀，不好意思啊。二宇，哦，那边有警卫哦，那边好像有商店呢，我去买一下商店东西好了。送钱钱太好了，我们来去买东西。
消耗品，我现在可以携带7个烟雾弹，太好了，我全部补满。哎，屁股不够翘啊，是吗？来。好，那如果这附近没东西的话，我们就继续往后面走。可以看到，哎，杀死罪犯，当然用刺杀的啦。哦，双重刺杀，超帅，赞啊！双重刺杀，讲拥有两个强大敌人，再也不是问题啊。为何要杀警卫？没有啦，只是因为昨天我自己玩了一下，然后我去扑倒窃贼，结果警卫跑来打我，然后我就觉得干嘛多管闲事，然后就把他干掉了，对不对？然后我也顺便练了一下那个烟雾弹啊，就是警卫很强嘛，那我就丢烟雾弹，然后再用刺杀。实况几分钟了，我们应该已经快要半小时喽。然后前面是那个警卫，可不可以双重刺杀？Yes！念珠，为什么这警卫有念珠？他是有去参加灵修吗？他可能之前有待过印度吧，然后去灵修干嘛的？所以他身上才有念珠。哦，这两个看起来就非善类，先打掉再说。哦，对啦，收尸体会有消耗品，不过刚去买啦。杀死罪犯。耶，杀好多人！金装雅诺，太帅了！哎，我看到任务地点好像在那边哦，我们去解一下任务。乱杀人，看一下哦。哎，这要怎么拉紧哦？这看起来是任务地点。毕业，经过将近一年训练之后，成为一名成熟刺客，只要完成最后一项练习就好了。神器，哦，这是什么？然后这边看起来有箱子，然后有锁住的宝箱。那我要标记一点的话，不要这样子。好，我们去开宝箱。虔诚佛教徒，我杀红眼啦、啊！菜鸟刺客各种杀红眼，我们来去开宝箱吧。练习一下怎么爬墙。手都乱摸，手摸到手摸到，卖乌白摸。看一下宝箱在100公尺之外。不咻，这边距离稻草堆也太远了吧？我要怎么跳？BLC 这么好用啊！这里看起来太高了，还是这样子好了。哦哦，烧东西啦！走开！哦，锁住的宝箱好像在下面哦。下来，下来。哎，干什么？哇！啊！好，解决了。杀人拿宝箱。手摸到，手摸到。会晓，啊，只会讲一点点而已啊。都没反应，我们路人已经麻痹了、啊。这个就都怪这个国王太抠了、啊。哦，这是什么？
当门栓位于安全区域时，按下 A 来解锁。哦，中了！这是什么小游戏嘛？我看一下，拿到150法郎，才150法郎，这么抠。看一下这附近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晃。这边有宝箱。哦，这有点难爬。台语台不好，我台语又不是说很好。哦，这要进去警戒区吗？等一下，我不知道蹲下，干嘛蹲下？大家乖乖的哦，放心啦，依依大大，目前这个观众数并没有那么多。下午恶霸来啦！等一下那两个人还是把他拖走。Yes, sir. 哦，这里看起来还蛮平静的说。其实去制高点同步可以开地图，这样所有东西都可以看得清楚。哦，那这附近有没有制高点？你犀利。有就是这个，所以我等一下开完宝箱可以顺便去制高点。OK， 不对，就在我上面，只是我要爬上去而已。Go go go， 爬呀爬呀，我们主角，好手好脚的人，快爬呀！为了你的财富而努力呀，去开宝箱吧。Go go go！ 哦，箱子在那边呢。哦，箱子要下去，我还是先开点好了。Excuse me？ 我们主角随时带着武器晃大街啊。等一下，如果信仰之跳，我箱子不就开不了了吗？应该要先开箱子才对。这附近的话有很多桥，很多河岸，那旁边有个大教堂。然后，这附近房子还真多哎。然后有一条很大的河，这里是巴黎的样子。是巴黎吗？巴黎附近。噔噔噔，好，开点完了。快速旅行位置。话说回来，快速旅行要怎么用啊？各位可以教我一下吗？这附近有我有看到信仰之跳穆西利啦，我有咯，进入警戒区。哦，我可以爬上去吗？我宝箱还没拿。爬好就插在屋顶上啊，有点惨。我只是个善良老百姓啊，不要来抓我。嘿咻！100法郎也上次烧包红了，我们说好一集换一种颜色啊。所以我们今天换成这个高调黄。这个荧光橙黄色非常高调，然后下面是警戒区是吧？然后那边有东西，我可以下去看吗？看一下，开地图就可以用，但是要怎么用？那个快速传送是什么意思啊？是我可以很快就可以传到那个点，这个点吗？旅行要选定其他的鸟看点才可以旅行。墙壁真漂亮，开地图就可以用。要开地图会看到快速旅行的点，就可以直接传过去。哦，你说这个、哦、X，
Yes，所以我是传到那个，哦，原来如此，然后我又要跳了，跳啊！又进入警戒区，警卫不要抓我啊！我只是要来开宝箱而已啊。其实这时候如果有枪啊什么的啊，就可以远程狙击啊。可是我目前没有练那个，要开到几点啊？看看情况吧。也是一样，玩到一个定点之后，就差不多喜气洋洋。毕业好，哎，又是你这个老头子，呵呵，执行 TP 指令。对啊，刺客超厉害。What's the mission? What's the mission? Mission. 你就定 Let's get your arse in position. Don't ask questions, piss pop. 位。I live to serve. 都听你的就好啦，弄你姐讲就好啦，弄好你供啊。任务难度菱形来表示，越多越难哦。杀死守卫并破坏警钟。以刺杀目标，掩体刺杀。哦，我可以跳下去吗？这有点难呢。我看一下哦，那边有三个警卫是吧？好，匿名状态。哦，我在想想看要怎么办比较好。被发现就发现了。What a queer fellow. Oh, hell! Kill him! Bloody! Die already! 掩体刺杀，好吧，结果还是用高调刺杀法。Lord Guillaume de Roussel has generously agreed to our price of 40%. An act of desperation. What about the priest? He'll come around. Your confidence is infectious, Sivert. My boys will have the wagon ready. Here are the Oh. details. Make sure it goes smoothly. Of course. Of course. Make sure that it goes smoothly, cretin. When have I... Murder! Murder! These bastards always have Help! bodyguards. Help. Well. Next time, do that before he starts screaming. Why do we hang about here when Sivert still lives? He killed Monsieur de la Serre. Patience. Sivert is not the target. Not today. Come on. Hey. Council's waiting for our report. 烟雾弹，关。There you are. Drop it. Look out for a trap. Tiring yet? Too bloody slow. Oh，哎，这是干什么？不让我逃，那是要杀人的意思吗？Why do we hang about here when Sivert still lives? He killed Monsieur de la Serre. Patience. Sivert is not the target. Not today. Come on. Council's waiting for our report. 跟上比雷克。窃取，我先把这个给破坏掉。
没办法马上逃，真的是有够。啊，真麻烦。Let's go. Hey, hey, hey.跑哪去了？按住 RB。哦，这个用手法还真是不容易啊。按 A 已进入掩体。我要给一点建设性提示。连续按到两次烟雾弹。